达摩杜克十二，达摩杜克 ，mistake， mistake 是什么意思呢？欢迎欢迎的。上单蛤子厉不厉害呢？其实是厉害的，但是很少有人能把它玩到精。你如果不会玩，你来打上单蛤子把它拿过来，你只能推推线，你那团战没有用。那英雄你出完科学战斧，出一个蟹手，你说你的作用能有那奥恩、鳄鱼、猴这种作用大吗？他也没有，没有几个精的，细节不行。细节不行。那언제나최고지A E 平 A 平 A 平 A， 我扛六个兵跟你打，你都打不过我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吃个小饼干。Q 三打不到，回家。我还吃了两个小兵的经验，可以。我主要就是怕经验吃不着。我飞。打个眼儿去吧，这啤酒人万一来了，我们也没闪现呢。划了啥呢？我这把他杀了，我还经验还亏了。他插眼儿了，这里边。把这波兵吃了啊，吃完再跟他打。没办法，我去不了。我肯定不去，我连看我都不看一眼。你们要能打得过，你们就打；你们要打不过，咱就拉倒。我就看我都不带看一眼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去不了。有闪没有？不是。哎，有人要死，但是我不说是谁，加个速。太重，他就死，能拍地板吗？哎，你看这多爽啊！这永恩死了以后，这么大一波兵吃不着。刚才不去绝对的对啊，刚才去了，我们这线上几乎就是没法玩了，代价太大，不去。阿古尼당했습니다，阿古尼당했습니다。下路传来捷报了，没的关系，
那维鲁斯活不下来。现在我们到线上打的永恩就是随便了，直接一 AW，A 接双 Q 平 A 一顿打。直接等个耀光 EA 死球，太弱啊！上单永恩太弱。这兵线应该是往出推的，我就不推了吧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有人要死，但是我不说是谁。这居然没起飞。不行啊，这走位。这就没办法了，那人太多了，这咋去呀？啊，那可怎么去呀？嗯，我的兄弟，这可没法去啊！我来个布甲孩吧。为什么 ADC 被越塔强杀了呀？十五，那大闪兵十五。你要听你爸爸的话，这把我三杠零，看我 C， 看着我表演，不要老叫。小孩子，叫是不对的。大师也喜欢失误。嗯，你以为呢？你不要老以为，哎呀，这分段多高了，多高了！哎呀，这没人挂机，没人死，我不可能的，都是大闪兵。这亚索来了。这把可以出三项，哇哦，皎月，我的天哪，皎月，皎月太猛了，皎月，就是兵线没给我那啥呀。兵线没给我卡一下子呀，瞅瞅人家，再看看你，我一打三哥，我要一打二我都不说话了，我是一个打三个呀，这是三个人啊，他们家要是光俩人，我刚才绝对的双杀。我不跟你吹牛逼，刚才那永恩技能全交，那啤酒人最多打我一个大，我闪现给他躲了，他俩就全死。他俩要敢硬追，他俩就全死。我刚才有大招，那你没办法，人家三个人，
我在干嘛？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主要还是塔下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个位置不太好。这边他有大火上了，不能老要他在塔里边跟我们打了，他一整就搁塔里边待着，让他出来了，别着急啊。老哥塔下，我耗不了他血。把他放出来。嗯，你推吧，这俩兵你收不收？一个你都不收啊，你收来。我慢慢跟你玩啊，啤酒人来了，往后撤。啤酒人没来，我把我自己裤衩撕了。队友打小龙呢，啊，你这永恩敢推线，我们就直接控。你看他敢不敢？别没完没了，这挺神病的。곧 포탑 방패가 사라집니다。这兵线怎么老出不来呢？这永远就在这个位置就待着。好，啤酒人出来了。好，等他啊，等他在这地方卡兵线。三秒，你干啥呢？你给我回回来！走吧。白交一个闪现，1480。回家了，1480，差100块钱呢。他顿工了。
제압되었습니다这把出三下，来啊！还耗血呢，跟我，这都不用月塔杀了，这自己出来了。可以，峡谷先锋。啤酒人，可恶的啤酒人，拱我！怎么死人了呢？可以，那维鲁斯有闪吧？维鲁斯没闪现，敢这么玩？啤酒人给我杀！杀啤酒人！杀啤酒人！杀啤酒人！这边走不了，把眼儿先给他拍了。一个老啤酒人往哪走？我操！双峰，牛头哥拜年！我操！好踢！我老哈子太猛了，哈子。行，我上去。哎，把中塔拔了，你们把中塔拔了，我上去收兵。卡莎真下饭，卡莎就大闪兵，咱也不用说别的。这把有人不想赢，但是我不说是谁。这把有一个大闪兵，但是咱不说是谁。但是我不说，先来个血色。我这怎么有点隐隐作痛呢？是怎么回事呢？谢谢煮酒无人醉，青梅煮酒无人醉。这把还好没玩石头营啊，石头营可是没什么用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大的这好像打的不太对呀，兄弟们。为什么这一波我们家能打成这个样子？这居然能打成这个样子吗？是因为蛤子没到吗？这龙肯定是没了，必没。啊，必美龙肯定是必美的。
那刘头的虚弱给的好，他给我套了个虚弱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也导致我们第一套伤害没有太高。没事，他必死，死了，杀完赶紧跑。杀完赶紧撤，皎月肯定是没了。皎月肯定是没了。装甲猴 EAW 双 Q 平 V， 他卡莎过来干啥来了？闪兵一号，哎，没办法，他们家支援就是这么的快，支援太快了。杀个永恩付出的代价有点大。交月没交技能吧？下边能拉，没事，别急，别急，维特，维。哎，可以上！漂亮，下波能打。下波他们家维鲁斯，还有亚索，这就都我治。啊，都是我治。鬼叔有了，那我们就不用出那啥了，这把得要黑切。没办法了，这就死了就死了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小龙，又一个虚弱，这咋这么烦呢？这牛头啊，又一个虚弱。来，一会儿维鲁斯闪现好了，不好杀了。这得五 v 五团战呢。你没有五 v 五团战，那维鲁斯杀不了，回回老让人抓，一整就让人抓，一整就让人抓了。哎，又开始乱打。那 AD 根本没有伤害。送就送没了，送的话可就送没了。不是感觉团不过，我有闪的时候不团，你要老一个一个出去那能行吗？又一个一个出去，人家一直对面是都在团战，我们家没有一回是对面是人，你看这又一个出去，又开始一个人出去，然后啤酒人过来把他拱死了，你老一个一个上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说你跟对面单挑有什么用呢？叮，不行了。
进。葫芦娃救爷爷。老一个一个上，一等就一个上，一等就一个上。